叔叔，我想要一个热奶茶。小朋友，这些钱不够。加上这些够吗？加上这些也不够啊。奶茶打包好了，小心烫哦。哎，这是找你的零钱。谢谢。小朋友，今天奶茶买一赠一，叔叔搞忘了，来，这是你的，拿好。谢谢。哎，小伙子，这些都不要了？啊，不要了。哎，这个是今天没用完剩下的。那我能不能？没事没事，您拿去吧。好好的箱子拆了，东西放哪儿啊？哎，今天剩的那盒牛奶呢？嗯，给最后一个客人了。这位客人每次都点柠檬红茶，但从来不加糖，而且他从来都是一个人来，偶尔还会做到深夜关门。不要，你太苦了。那加点糖。像我这种生活都是苦的人，得多少糖才能填满呢？喂，你起来，你没看见我站在这儿吗？年纪轻轻的。干什么干？其实啊，不需要多少，一点糖就够了。尝尝。一个小女生，我不安全。喂，一起来。生活中熬过的苦，终会成为以后日子里的糖。加油，女神。